来来来，出来。什么事儿？你是管理员是吧？是啊。不，你们这公墓怎么管理的？我给我朋友烧了纸呢，那狗窜上来就咬人啊，跳着跳着咬，你看给我咬的。不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倒是让他把嘴松了呀。哦，来吧，进去。你看我咬的啊，你看咬的，赔钱。就这些，就这么点儿。哎呀，不是这样，我这儿还有一瓶饮料，还有点面粉，您都拿走。今天算我倒霉啊。那狗好看好了啊。是是是，什么玩意儿上来就咬。喂，在哪呢？我来郊野公墓。这个乘客咋了？不是，你怎么还敢去郊野公墓啊？那有僵尸你不知道吗？都有人被咬了。不是，你别吓我，我胆小。我吓你干什么？被咬的人都变异了。你不行，我发张图片给你看。什么张图片？我吓死你。这也太吓人了吧。开门。嗯。哎呀，肚子好疼啊。是下山再拉吧。是尾号2788吗？对，是吧？对。那么晚了还来烧纸？别提了，反正下午就来了，在里面被咬了，当不到现在。你被咬了？嗯，你看，给我咬成啥样？来，你完了，我急眼了，还真的有人被咬了。我跟你说，当时是他吓死我。从我后面突然就爬出来一只，兄弟，不要提那个东西，我害怕。我哦，这你都害怕、啊？怕！我不会。那看来你是真怕呀。嗯，要说这个，这玩意儿哈，还挺稀奇的。他穿个蓝色小马甲，还扎个小辫儿，跟个人似的。这就有什么好稀奇的？这种老将，他就是那么打扮的。我在那好好的烧着纸，那玩意儿就突然从我身后就出。准备咬我，我赶紧站起来就要跑。你猜怎么着？他跳起来把你咬了。对了，他就是跳起来咬的我。你说这玩意凶不凶吧？跳起来比我还高。那肯定凶啊！他在那个地方待多少年？那倒是啊。你这个情况我在电视上看过。你要买糯米，你要内服，你要外服，你要勤俭之下多磨牙。大意不得。他这个家养的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？咬你的这个东西是家养的啊！老听他主人的话了，他主人告诉松口，立马就松开了。哦，那有主人的话就好很多。那是。兄弟，千万不要在我车上就变了。变啊！这你放心，我忍着呢，我不可能在你车上。大便！兄弟，我给你唱个歌。什么歌？南无阿弥陀佛，耶啦，啦啦耶啦，草木的啊，陀罗耶啦，耶啦，水果耶。我快忍不住了。你一定要忍住，我真的不能在我车上就憋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真忍不住。哎呀，停车，我要大便。陈翔6:30